Hello， 进来吧。这个我今天要从化妆开始教你们如何去化妆，然后自己的私家化妆的一个基础教程。现在呢，宇良的基本化妆教程现在就要开始了。第一步呢，就是先要打底，然后做保湿，然后涂隔离，然后打底。对，但是我已经打过底了，然后一会儿再修一下。现在我就画眼线。对，男生画眼线一般，我觉得一般就画内眼线就好。啊，说的我很专业一样，其实我一点都不专业。Miss you at all. 这个过程可能你们看不到，但是呢，我要认真的画。And I'm sleeping fine. I don't mean to boast, but I only dream about you. 有可能我已经习惯了，所以说我应该不会流泪。OK， 这就眼妆就画好了，但是呢，还要画一点眼影。但是这是有个 bug， 这个 bug 在于。我没有眼影刷，我只能用手指头画眼影。对。有时候画着画着会发现两只眼睛深浅度不太一样，然后就会左右边加一点，一般左边感觉淡一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差不多了，然后呢，一般画完眼线的话，内眼线它眼线会就掉到底下去，所以说我会用纸把它这个擦掉。擦掉这个呢，还有一个好处，我自己感觉就是擦掉以后它会有一点点。一点点小晕的效果。然后头发呢？头发这个东西就它就是睡起来以后是什么样，然后大概看你今天的心情如何，然后做一种发型。一般我都是水打湿了以后，然后看着水，看到水它会给它造成的形象，然后喷就行。今天我不知道弄个什么样的发型，那么快的话估计也就5-6分钟，如果弄得慢的话，我能在厕所待半个小时，因为它头发的形状实在摇摆不定。一般别人都说就是化妆啊干嘛的，男生就比较娘嘛，但是其实不是的。因为没办法，就是做这些，必须要给别人尊重别人，化妆是一样对别人的尊重。做头发真的太难了，我自己都，其实喜欢做湿发的。斟酌斟酌。你这个新托尼不要只叫老托尼。然后最后一步，把自己好不容易留长的一点小燕尾揪一揪。其实我觉得我有强迫症，就是在化妆的时候越看自己越丑，就是一个没救了。好，行程就是要去发迹甜品，然后吃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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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的。对，然后我们也会给现场那些粉丝啊送很多好吃的，或者帮他们买单。有可能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对，因为后面负责人在呢，所以我才敢说买单这个话。对，然后但是我去商场的话估计会有点害怕，我害怕我到时候
吃太多了，然后就忘记了该做的活动，但是应该我会记得。而且今天自己化的妆发，有点担心，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差错。平时在家是比较宅吗？还是会经常出去玩？最近都挺宅的，最近就都在家宅着，然后打打游戏，然后有朋友要来才会做做饭之类的。家所以自己是会烧饭的还是叫外卖呢？之前闲的时候做饭，现在一般都叫外卖，因为冬天来了就懒得动了。有一两套拿手菜吗？就是土豆片、藕片，还有那个青椒炒在一起，就那种干锅类型的，但是有点酱汁的那种，就叫它干锅菜吧。然后还有做的西红柿炒鸡蛋啊。上海有没有尝自己比较想尝试的美食，或者是出去玩？点了一个那个蟹黄拌面，因为在北京好像这种蟹黄面我没怎么见过，然后就点了一个，还不错，还挺好吃的。有出去逛街吗？没有，因为。不知道逛哪，之前我来过上海，我逛过，就像什么东方明珠啊、外滩啊这些地方，迪士尼我都去了五次了，真的去了五次。哎，平时等一下，但是不是和女孩去的，我都是跟同样的一个男孩去了五次，还有一些不同的朋友。对，因为朋友来上海，他们就想让我们带他去迪士尼玩，然后我的那个老铁一直都在，然后我就去了好多次，什么项目都玩过，我最喜欢那个。光轮摩托，你是不是经常喜欢看一些土味视频啊？我没有，我喜欢看的都是一些日本动漫类的。吊哥，吊哥那不算土味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拿吊哥开玩笑。吊哥怎么能算土味呢？手机里还有一首他的歌叫什么？只是我妈不同意，不知道你们听过没？要么昧心昧腿，要么干爱干横，不要，压抑的不要，做一个什么什么的人。别哭。就这样，你没听过？我应该我手机一般人都没听过。你自己比较想尝试的类型吗 ？coser。哎，对，这个黑夜比较适合。我想 coser 的角色是那个，我之前想。黑灯瞎火的说吧，之前想的是 coser 那个酒吞童子，就那个红发的那个妖怪，对，拿着葫芦，然后还有就是火影里头的角色吧。就感觉来好像不是来做活动的，感觉是想要来购物的。Red goody down day sir， 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， 분위기가겁나 shy。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用手机的话可以拍抖音，拍抖音的话记录这个过程，然后应该是订阅这个电子地址，然后就可以享受6.8折。今天我觉得和大家在一起贼拉开心，然后就终于完成了我第一次甜品店店长的活动，我觉得特别开心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好好睡个好觉，好好休息。然后今天吃了太多甜品，我感觉竟然不能吃再吃饭了，得减2天的肥。对啊，因为一日店长要减2天的肥，行，甜品是我开的。今天就到这里了。